最早是明天可以吗？你这个车我们刚买，不知道这个后面的这油箱盖子怎么打开，按钮在哪里啊？嗨，大家好，天空还是这么蓝，真好。今天我们来看车，约了经纪在店里见面。他是销售。OK， 走错了，重新来。今天去 4S 店看车，这次来的非常正确，见到了约好的经纪。价位的话，我们现在想看的是四到大概六万五。四到六万五的话，那我替你选沙嘎或者松啊。这样我再过去吧，因为像是看沙嘎的话，给最高配版也是一个四万六这样子。嗯。如果是我收纳的话呢，最高配版的话是六万。我能看一下这个是哪辆车？我能看一下。这两个是外面的，我拿手机。嗯。啊，外面的那个车是吗？啊，拜拜。不错的啊。这个是我们的沙袋，你可以看后备箱。如果你们是有长大的后备箱好一点，后备箱后备箱长大啊，这个是微型车是不是？嗯，紧凑型。紧凑型车。对，紧凑型车。又回到了紧凑型车了。比那个大好多，可能感觉宽敞一些，可以坐上去感觉像是一点烫烫很烫，你们的笑儿啊，这个后备箱很大呀，啊，中间就很大，所以如果是说家庭的话，其实这两都可以了，只不过对比你们的，如果跑长途，像我们这边州去另一边州的话呢，这两就比较好走，嗯，它比较有力一点。这两的话在这是不是上不去？像比如说我要上云顶那种，上云顶的话，这两这个上不去是不是？可以，可是它比较吃力一点。长杆不累。哦，可以看到小的。后头放一下。啊。哎呦，比我。这两其实跟那两个。拿着你擦个马没得了。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的。后备箱就跟麦币差不多，蛮小的。买菜可以，如果但是我家庭车你要很能够，你爸爸妈妈来拿个行李什么的就、基本上就买，就放不了。行李箱足够能开着呢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开那个买位就是这个后备箱放了两个，但是那是没有这个的，拆了呗，这可以拆的，这可以拆的，拆了。拆了之后把它立起来两个，对，两个。当时我们就那么放的，然后撞玻璃嘛，当当当当当撞玻璃嘛。我觉得适合我开，女生通常会比较喜欢这一款，对，因为我没有在这边开过这个右舵的车，我怕。这个车叫什么？这辆车 Iris。Iris。这是一点几的动力？是一点六。1.6。啊，这个还1.6。低配版的是1.3，它有三个配置。是吗？那现在有现车吗？这个？现在这两款没有，可是我能尽量在一个星期内帮你找到。一星期啊！你们很急用车。嗯，是有点急。那后备箱大一点。那、这个价格是多少？这个多少？这个多少？差不多。价格上大概差2000块。那个高配版的话是6万，然后那个是5.8万。哦。加了保险跟这些。全加了之后。那这个车牌也是你们给上吗？车牌的话，路上如果你们有想要买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买，你要号码。这个我能拍吗？我能拍吗？能拍照，没关系。如果你不能拍，我回去再剪掉。其实开起来，查吉亚，嗯，这个跟那个差不多。对，这个。里面的车内饰。抓到，抓到。这感觉好像更宽敞一些。这个更宽敞一些，中控呀没？用啊，那你们생각보다가예쁘네괜찮네아무대有点热。
六万马币。马币啊！你别当成人民币。我又说啊，这还价格还行啊。别去吧，别去吧。吉利的呀，这个有现车吗？这两个，这两个是什么颜色？哦，嗯，何老板眼光又高了。那一步到位了。特斯拉也不买，就一个。白色、橙色都有啊。灰色都有啊，这么全，这么齐全。最早是明天可以拿车。明天下午，因为我们的那个。这后备箱我能看一下吗？为什么我没有问开呢？要推开，推开的。它推开的，其他的原装是没有我们的电动尾门的。啊。保持初心。不是初心。你看贵了。然后这个倒车影像，倒车影像原装其实都有了，360，360多是吗？啊，买车的话都需要什么手续？一个驾照。手续其实我们需要驾照其实不需要，我们只需要你的护照就可以了。啊，可以了。啊，谢谢。有什么或者不明白的话可以问我。好的好的。这个号码是可以我们自己选的吗？还是你自己选要另外加钱？啊，我自己啊，就是随便选的话就没有这么多收费。原计划是提车前租车，但是实在租不到车子。于是找了一家有现车的二手车行，买了辆可立即过户的车。这个车行的车单价可能会贵一点，但是都是经过验车的，省去了我们验车的苦恼。而且爸爸最想要的迈威也有现车，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直接购买。这是2019年的车是不是？2019年，内饰应该一样的，他俩都是2019年的。白色车会看得比较大辆。嗯，黑色稍微看着比较暗。我们想看后备箱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可以啊。后备箱，我还行吧。这个后座椅子可以放下来的，可以放下去，两边都可以折下去。OK，啊，两边这个可以拿出来，如果你不需要用。有时候你要再高的东西都可以。这个办完手续之后，这号码也是跟着我们吗？还是会变？对，号码跟着你们。跟着我们。那个车架你只是加多一个保险下去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上路了。就是过户之后，过户的时候我们得先办一个保险是吧？啊，我们帮你办。哦，帮我们办。保险是当天生效还是第二天生效？当天生效。当天生效。当天取车当天生效。这个迈币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。是。满街都有。我们坐那 Grab 好几个都是这个，因为很省油。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你喜欢哪个？我喜欢这个。这两个你喜欢哪个颜色？这两个这个。在顶车为什么地方不一样？啊，这边是 JPZ 啊，就是换驾照什么的都在这边好像。嗯，这交通局是不是经常听到 CPZ？ 但是这边不能进去，我们因为你们穿着短裤。对，因为这边一定要穿着长裤，不能露脚趾，一定要穿着鞋子，包脚的鞋子。拜拜。坐完哎，拜拜。好，我们下去吧，我们去喝点东西，到前面。办好了吗？随便可以。终于有我们的车啦！我们有车啦！我们有车啦！哦。그리고저기그거这个맞아이거支架여기다装一个机，여기다装一个支架的。给你装吧。是那边吗？往下。이렇게好。哦。等一下，我先。
锅，手刹拉开锅，出发。转向灯我怎么不行？啊？不知道。哦，一个你终于转向灯了，是吗？我感觉这个车好猛啊！提完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宜家置办爸爸的办公桌，走到半路才发现车子没油了，观察了半天别人是怎么加油的，问题却出在了最基本的操作上。这个车我们刚买，不知道这个后面的这油箱盖子怎么打开，按钮在哪里啊？让我停前面给你。好好好。这个。啊。先开，哎，新的啊，这里。哦。我已经开了。哦，谢谢。不会。谢谢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我们顺利加油，并再次被大马的油价惊讶到。入境到现在一直都是幸运的，遇到的都是好心人，在异国他乡这种温暖会格外的深刻。带着这份好心情，我们再次出发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